利用 TP 去做一些小团战的支援。但 HKE 有没有想要这样子做很强？其实 LGP 还蛮常看到的。对啊，就维克打下去，维克都会死啊。我有闪现过去一个火箭钻石，先抓到肩膀，这老者好像是没有命中，但是底下的普攻还是有搭配。哇，套了卡玛的群盾有加速，开战这里一个肚子往前硬顶，上了点燃，再加回旋支援 Racer 要倒了，再加上敌的普攻闪现跟上，闪现有了，看一下这个夹击又是同一套。哇，欧雷被肚子给夹住，这个爆炸球的往回一炸，欧雷加起了这个法力的护盾，但还被泰山给击杀。死前还拉了一下这个 Dreamer。你不能不买，我不能不买。BF 一把卖你1350、1450，你都得买。对，涨价，涨价一定得买。对，我看到丁特的位置，丁特意识很好，侧边还有 Gear 赶了过来，想要过上旁边硬推，丁特想来顶，闪翻，把波波留住之后往回空杀，把波波卡在墙边，有点沙兵的伤害好像不太够，波波差一点点就要倒下，这还是有 Gear 上的问题。哦，后方亮了 TP 起来，亮 TP 起来，两边 TP 都已经亮起来了，准备要来下路的热血碰撞了。Razer 在塔下利用904往后跳，被误解冰柱顶了一下，开了肚子往前，先把 Razer 给炸了出来。Razer 交了治愈，最后还是死在了酒桶的伤害之下。但现在 MEG 的两名队员，分别是卡玛跟泰山，的血量都不是很好。哦，回头一个肚子，先把茂凯给顶死。侧边第二收割，先拿到了第一个击杀吗？没有。侧边的泰山是叫他神剑离开，剧本已经倒下，但侧边丁特想要来留住宝宝，宝宝敲了一下地板。叫了几栋领地，还可以撤退吗 ？Olay 的火箭抓取能不能勾到人？火箭抓取勾，把波波抓了回来，让丁特再添人头。哇，这波其实是一个二换二，我就觉得在塔下的时候可能就是在挡一挡，中路方怎么那么痛？转线，哇 ，Apex 是带着自己的队友把中路的外塔给拔掉，借回防跟你 say hello， 先把泰山给顶飞，哎、再把毒蛙拿到手，逼出了泰山的大绝。这边丁特再搭了一个地铁过来，后方是 Gear 的进场，把泰山的闪现给交了出来，再两个闪，跟着 Maple 说一起把这个人。应该有十万个为什么，这到底为什么会这样子呢？我好像走到哪边都有阿奇，机会从侧边来打一波吗？如果阿奇从后方滑步的话 ，Maple 只能留人，开了反射漩涡想。来硬流拍了地板一下，双加速的阵型。后方丁特准备要从后方绕了过来，先遁地想来顶飞，敌被顶飞，后方 TP 亮了起来，但丁特好像卡不太住，就要闪现往后一拉掉，挂了丁特。的一个回旋之刃，再加上死亡射线，这边能不能收下这个人头？丁特最后是被灵魂之火给打倒了，第二被炸到墙壁上面，侧边的这个混沌风暴，练二头肌，他们是练二头肌，因为他们喜欢打架，就看这一波能不能来夹的可能性。吉尔撤动两个沙兵在对方的推路上面，吉尔被无解兵都顶了一下，他在想留人，但这边的魔量不太足够，侧边欧雷想来强杀敌，哇，基本上是一个单杀，后方丁特也包了过来，他没有魔力走不太掉，被顶飞了。波波现在侧边击杀掉 Racer 之后， Gear 的伤害量很高，但搭配丁特遁地后的炮弹击杀掉了 Tyson。MG 对，即使是警察也没有用。Olay 就站在前面说：“你要捅他是不是啦？你要捅。”AD 长都会像这样，因为他们队伍并不想要救他，也没有要救他的意思，我就算了。你看这个下路波波，整波老老实实，不要怕，不要怕，辅助没有救到你也不要怕，不要怕。Jungle 没打，拿人头。我觉得好的，挺好的，因为我觉得他刚开战很果断，就像这一波泰山被拉到一个压力测试，泰山想要往侧边肚子往下一顶，空大，后方敌的输出位置能不能保住自己的生命呢？哇，原本是点了两下的普攻哦，赶快叫闪现下墙，侧边丁特想硬拼，波波丢了一个误解冰柱，泰山下来再来拼重击，中到丁特了，先拿到了这条的八楼，想跟丁特拼重击是没可能的事情，丁特重击目标是在敌身上，闪现过去利用个欧式重击抵开了魔法护盾，但是被飞跃盾影给抵消掉了，这一波敌已经倒下情况下 ，MG 应该要开始往后拉打，剧本没有起来 ，Apex 也要倒。倒下了，被丁特给拿到手，这个人头落入了丁特的口袋当中。Maple Soul 等待下一波控制时间结束 ，Dreamer 套了自己的一个护盾，往后牵了一个灵魂枷锁。这一波的团战应该要这边告一个段落了。那丁特还在追，哇，丁特是一直追着这个辅，上一场连你的五杀都把你断掉了，弄走了。对，这场这个很稳啊，而且这个打到这个点之后，你就觉得这个机器人真的是很厉害，很厉害。一定是火、啊，右边是火，地风火哦，地风火，对对，我看到这已经决定了。我有拿到手，不过他强攻 Racer 被抓到了。来看一下 Gear 有没有救他，控场没亏。那 Racer 叫他闪现离开，后方应该是要打了起来。丁特被绑住了，那后方泰山看起来是要死，被 Olay 抓了一下。泰山缴出了自己的人头。二塔守起来对 M17 来说压力太大了。但是里面的他只要跟着打就好了。那丁特现在是特工，我抓到了，抓到的是维克特，有点尴尬。维克特被秒了，第一但是反身丢了一个混沌风暴，丁特扛住了大部分的伤害，但是被立场给阻断住了，往回丢了一个酒桶中，这个酒桶有凯特琳超痛。但这一波的进场，波波想来保护队友，但后方茂凯利用一个大姐爆开之后，一次收掉了两个软皮 ，Apex 要倒下，这个伤害好高 ，Maple 拿到一个 triple kill 之后，后方只剩下一个波波想来换 Racer 的生命，先用闪现阻断了 Racer 的退路，但反身一打。由 Gear 击下了这个 Bobo， 但复活时间乱拉一个，没错，现在的复活时间还有20秒，但应该不会这样，我们根本没得打，走过来会送头啊，没错，由 HK 拿下了第二条的东 ，Racer 现在是双 buff 满状态，拿到这条烈地飞龙，就赶过来跟队友汇合，看起来这一波的HK 大举入侵的情况下面，中5000点血量啊，各位观众5000点啊，怎么打都不会死啊，这雷克萨。
现在这个是想要 all in， 结果你看丁特这个，我有火箭钻，你抓到这个大师了，杀必杀好高，再搭配着 Reason 的一下普攻，踏上了对方最后一个高地。哦，罗雷闪现拉到了小兵，不过没有关系，这一波的团战要来开启了吗 ？M 七再不打就没机会了。来看看，再看这些 Dreamer 精灵残血情况，有没风兽开了大绝，来直接抬出对方的伤害。波波吸了一口深入霸体之后，抬上一个大绝想来强开，但是 Gear 推了一个空杀防壁，抬着往后侧边肚子，然后最后是被沙皮插死，再加上一个火箭抓取，波波被抓了进来，但上方两个 carry 位都已经被对方给切开的情况下面，敌无力回天，主堡之翼已经被攻破 ，HK 要来直接结束游戏。哇，这 Gear 伤害超级高，敌也被插死，四名成员倒下，20-9的人头差让 HK 拿到2-0的游戏结束。这场我觉得 HK 的这个节奏抓的也是很好，我觉得他们连续两场都打的。